好，谢谢文员的报道。再来看到的是，回到台湾，同样说到这赛事，接下来要迎接的赛事就是台北市大运了。为了推广台北市大运跟观光，台北市的副市长陈景俊是特别率团到了韩国的大邱来进行宣传，来听一下他怎么说。除了能够把圣火迎接到台北顺利的举办之外，我们今天也在这边办了一个观光之夜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台北的美、台北的好、台北的热情、台北的美食文化要介绍给我们所有大邱的市民们，能够共同来欣赏台北，然后来台北玩。其实呢，台北跟大邱是友好姐妹城市，今年也特别签署了观光宣传的合作备忘录，增进两市的交流。现场不但是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表演活动之外，还设有台北美食跟文创展示等特色摊位。台北市大运将在8月登场，圣火传递到最后一站大邱之后，将会由台北来接棒展开赛事，并且迎接观光盛会。